大家好，我是易阳。很多比较胖的人喜欢吃完饭就往沙发上一坐，这样不仅影响消化，还容易肚子上长赘肉。因为食物吸收消化以后，摄入的热量多，消耗的少，多余的热量就会在体内转化为脂肪，堆积到身体的不同部位。经常吃完饭就坐着，就会使运动量减少。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我是易阳，咱们下期见。